咦 ，Evan， 你带我嚟金边呢度做咩咧？系啊，因为金边已经成为一个新兴旅游兼投资热点。根据资料显示，柬埔寨喺2017年有560万人嚟呢度旅行，比2016年多咗12%。而来自亚洲嘅游客，中国占咗21%，比前年多咗40%。净系旧年嚟金边嘅中国旅客已经占总数嘅1/3，超越120万人。哇，好劲喎！超厉害。我哋今日第一日嚟到金边。不如試下啲地道嘅柬埔寨菜嚟。乜有柬埔寨菜嘅咩？梗係有啦，跟我嚟啦。好啦。嗱 ，Paris， 呢就係地道嘅柬埔寨菜啦。哇，好豐富喎！不如我哋飲杯啦。好啊 ，Cheers。除咗我哋間酒店之外咧，其實金邊仲有好多 resort 嘅，好似 Sofitel 係其中一間。點解有咁多人嚟金邊呢度做生意嘅？柬埔寨位於東盟嘅核心位置。是一个无天灾的国家，又拥有七大奇景之一的吴哥窟， GDP 连续5年增长超越 7%。 在东南亚国家里面，泰国市场已经太成熟，越南市场不够开放，缅甸市场还太年轻，政治又未稳定，马来西亚排华，老挝又太神秘了。所以在东盟十国中，只有柬埔寨资金没有外汇管制，资金可以自由出入。美金是主要的流通货币，以柬埔寨目前的经济形势，再加上一带一路，就是你来投资的好时机啦。阿芬嚟咗金边咁多日，你带咗我睇咁多好嘢，不如今餐我就带你食金边最有名的法国餐，就是呢一间餐厅啦 ，Poppers。知唔知点解柬埔寨有咁多法国餐厅呢？因为佢之前咧就系俾法国统治过一段时间嘅，所以呢度嘅法国菜真系好好味噶。咦 ，Paris， 金邊都有賭場嘅咩？當然有啦，金邊唯一一個賭場，佢有兩期噶。咁第二期啱啱先至落成，吸引咗好多世界各地嘅遊客喺度玩噶。嗱 ，Paris 食飽飯，我哋行 Night Market 啦 ，Jazz Container 好出名噶。好啊，快啲帶我去啦。好啊，跟我嚟啊！除了 Jazz Container 之外，呢度仲有好多 high end 嘅酒吧，就好似呢间 Rosewood 咁。哇！呢啲夜景好靓喎。听讲 Mary 同 Shangri-La 都喺度起紧。今次嚟到金边，有个笋盘介绍俾你。有笋盘咁正，但我要求好高噶喎。我要近国际学校啦，近领事馆啦，跟住又要有足球场、泳池、做 gym 嘅地方，仲有 coffee shop 等等嘅设施噶。我梗知啦，所以呢个项目一定啱晒你。咁好，目前已经打完桩噶啦，而且喺一个月内已经卖出咗300个单位，预计喺2020年第一季就可以交楼噶啦。咁外国人喺呢一度买楼又怕唔怕呢？唔使驚，柬埔寨政府喺2010年已經通過咗外國人房屋產權法，俾佢哋喺當地置業而擁有2樓或以上嘅房屋產權，所以吸引到唔少嘅外國投資者。仲有啊，柬埔寨嘅稅務物業登記費用同程序好簡單嘅啫。咁仲等啲咩啊？我要買10間。Now Factory Phnom Penh is a campus which will support artists, musicians.Makers, technologists, and anyone with the dedication to put forth their idea and make it into reality, where dreams come true. Cambodia has seen an influx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entering into the market. We have seen names such as Bank of China, Prudential, CIMB, AIA, and Maybank. The rental yields here are becoming better and better, so your return on investment has got high potential here in Cambodia other than any other Asian region country. The client's drive for this project was to create a sense of community. And we've tried to do that through adding as many different elements into the design as possible. Through the swimming pool, incorporation of retail and office space, the car parking levels, but also those communal areas which allow for greater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residents. 作为家长咧，其实最擔心嘅问题就系小朋友嘅教育啦。但你大可以放心，喺金边呢度有各个唔同嘅国际学校，而佢哋老师都系从外国聘请翻嚟，所以一定嘅质素嘅保证。喺 Urban Village 附近咧，幼稚园、小学、中学都一应俱全噶。哇，咁都几好喎！咁我嘅小朋友咪可以喺度放心读书啦。多
Plant Factory 是一个工厂活化项目，周边的邻居对这个工厂非常之熟啊！以前超过10000工人在这个工厂里面做嘢，目前由全球五大毛衣生产商、香港金亨集团同埋本地发展商 Urban Hub 共同开发这个工厂活化计划。本项目与 Urban Village 紧扣，除了律师行、税务顾问中心、金融及财务服务公司、物流公司和科技数据公司已经进驻本项目之外，发展商亦都引入了 coffee shop、餐厅、蒙特梭利幼稚园、skate park、跳弹床主题公园，你都可以见到很多超过过百万粉丝 graffiti 高手作品等等。咁正嘅楼，讲真几钱先？Urban Village 提供很吸引和很简单灵活的支付条款，所以无论你自住或者投资都可以负担得起的。为什么这里有一些这么漂亮的 office？ 其实除了 Co-working Space 之外， Urban Village 也会提供正规的 office 给这个住客的。Paris， 我们今天来看看 Urban Village 有什么设施呢？好啊。Paris， EMO 一期和二期你都嚟过了，还有第三期，你过在哪里呢？不会是在 Urban Village 的隔离吧？没错了。